只、四只啦、六只、八只后来啦，我少一个十只后来200块啦，12只后来200块，还够人要来，八只人还够人要吃啊。食的，这八只人够人要来，还我最后一箱啊，无啊。少林招。八只人够人要吃啊。那个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八鱼啊，够人要来，落鱼啊，才几只咯？还好，八只够人要吃啊不？我问一下，鱼还够人要吃啊？两只、三、四只、六只后来啦。八只、十只、十二只来，200块还够人买啊！我招一顶头14只来、16只来，200块还够人买啊！肉鱼还够人要吃啊！哈，八只啊，还够人买啊！哈，八只啊，200块还够人要吃啊！哈，肉鱼啊，200块还够人买啊！200块，八只啊，无人买啊！我就爱抬，卖到免抬啊！200块够人要吃啊！卖去啊，还袂发到。200块够人买啊！200块。八只啊，200块够人买啊！八只啊，200块够人买啊！哈，袂散。干杯啊，老一分啊！啊，搁海瓜子哦。剩只尔嘛无啊！我咧讲南山呢。买个套啊！什么东西是真的？这叫啥？多利鱼，多利鱼伊完全无骨，完全无刺，啊嘛无皮就影啦。你当时用蒸的，啊无影煮糜就好啊。但是你要蒸，你一定爱抹粉，抹只番薯粉啊、太白粉就好啊啦。一包一袋啦，一袋你去外口蒸到好、煮到好卖偌济？卖123块，一包三袋，后来开36，我招一个300，200块有人买啊？无200块啊？100块有人要吃的无啦？100块有人要无？100块有人要吃的，100块。100块还够人要来，还100块。100块够人要吃的无？100。最后两个100块还够人要来。收钱。100块够人要吃的无？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客人100块有人要吃的吗？价鱼是真的。最后一个100块有人要来哈。我请教一下，上尾这份拢臭的嘛？为什么拢无人要拆我？大家拢要留上尾一份的，我招一个100块，敢有人要来？100块敢有人要来哈？100块敢有人要吃的？100块敢有人要来？多利鱼100块有人要吃的吗？多利鱼100块敢有人要吃的？啊，这多利鱼100块，这也是对，你也真正。啊，你真正，你这个好便宜啊！今天大白鱼，大白鱼。肉鱼啊，假的肉鱼啊，是真的。假的，我不懂假的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就一个南山的尔，这帅爷也多吧？假的，肉鱼是真的。水头刀肉就对啊，这无定有。定咧欠袂，我先讲这定咧欠袂，帅鱼就对啊啦。正的啦。你当时用钱的，正的就是你当时用钱的就好啊。不是咸的啦，没有上瘾。正的就好啦，上简单的季节好食，所以咧煲就好啊啦。啊，这无久无钱。这台语啦，台语的。没有抹盐的意思。这台摕超过200块，这下我借你200块就好啊。有些就是为了保存，它会上瘾。上瘾就可以冰很久，不会坏。帅鱼。它一公斤啊，就是这种东西是。没上盐，所以不可能冰太久，因为冰太久会坏掉。就只200块够人要吃，算一点多吧。鳕鱼。抹盐的有可能是放很久的意思，这样。算一点多吧，200块够人要吃，还有人要吃的吗？够人想要钱的无哈？我就只200块够人要吃，200块够人要吃哈。200块够人要吃，然后花可能是误以为你的意思是金啊给金啊给。鳕鱼头刀肉还有人要吃的吗？没有了，我出家了，我出家南山的了。我今天我出家了，出家有人要爱无哈？100块够人要爱啊？出家100块有人要吃无？来这边，这我今天要吃。我说你做喊你看人，你家有插紫色的，是啊，这前卫哦。
香鱼够有人要爱，我问一下就好啦。外口一只香鱼大概要抬偌济？盖无啦，盖无一个头八到十块银啦。我问一下，将两只好来啦。德霸保养，安尼啦，将两只好来啦。保养完了。将两只好来啦。将三只、将四只好来，较紧啦，我就较紧的，将三只、将四只好来啦，将四只好来啦。卖用开600，开500啦，我就一三三百块，敢有人要吃的？香鱼300块，敢有人要爱？大母的，大母的，耶！将五只，将五只好来啦，我就一300块。出这条了，将六只，将六只好来啦。我做一个300块有人要吃的无？二啊五条啊，200块有人要爱无？拢袂叮当。100块有人要吃的无？100块嘛无人要爱。吃啊，大要爱。100块有人要吃的无？咁啊叮当，咁啊叮当。起来无？敢若18栋人个人工资袂啊？走一走我少坐这两尾号来啦，100八啦，105有人要来无？啊，大一百块就对啦。有啊，搁一份嘛。搁一份，要两份就对啊啦。好啊，要两份两份啦。弄两个袋啊，好无？100块够人要。我问一下啦，将一包将两包好来啦，开400啦，我就一个300块，够有人要吃的哈，300块够有人要爱，一只超市一包卖无俗啊，我就一个300块够有人要爱哈，二啊五够有人要吃的，200块够有人要爱哈，200块啊，要炖排骨啊，拢无人要啉汤哦，不俗这乱，我就一个200块够有人要爱哈，200块够有人要爱。这腰炖排骨200块，无人要吃、哦。腰炖排骨200块，无人要吃、哦。哎，你拢无咧啉汤哦？无啉汤的举手，我送你。我问一下，是拢规团拢有心事了？是规团拢有心事呢？张勇倒位啊呢啦？我较笑的啦。谁大这台直播聊天室都跑去美国？我吃完好吗？正常的啊，100块。所以我们频道男生比较多，从这里就看得出来。会叫人100块有人要吃无？太平洋。会叫人100块有人要吃。太平洋，太平洋。会叫人。明天就是在太平洋。会叫人100块够有人要吃。我问一下，会叫人100块够有人要来哈？花枝丸啊。会叫人100块够有人要吃。来，这啊，这啊，这啊。我就一100块够有人要来，100块够有人要吃哈。100块够有人要来哈。100块花枝丸，100块够有人要来。
飞机员一百块，有人要吃的啊？哎，花枝丸无人要爱啊吼，啊花枝丸无人要吃啊吼，花枝丸无人要爱啊吼。黑鳞够有人要吃的哈，黑鳞啊，虾仁有人要吃的吗？虾仁够有人要吃的哈。这黑鳞大粒的，大粒水的就对了啦，一斤就靠三百几块啦。我问一下啦吼，你刚掠这掠偌济？掠超过三百，我就一个三百块，够人要吃黑鳞三百块啊？够人要吃黑鳞的哈？三百块够人要啊？黑鳞三百块够人要吃的哈？阿胖哦，三百块够人要啊？虾仁三百块，黑鳞三百块够人要吃啊？黑鳞三百块，够人要爱哈？黑鳞呐，黑鳞三百块，够人要吃爱啊？谁啊？恁台中有啥物代志发生吗？恁台中啥物代志发生？张辉小弟在高雄，都面台中，我招一个三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三百。黑鳞三百块，够人要爱？虾仁三百块，黑鳞三百块，够人要吃爱哈？这个点哦，这个点也不是不好啊。黑鳞一百块，够人要吃的啊？想做无？一百块，够人要吃的啊？反正就是不止我们在做啊，有点去了掉。很久没去大肚资源了，除非肥婆要回去台，回去那个……哎，不对啊，礼拜五我会去大肚的鸡。礼拜哦，那是礼拜日。除非肥婆也要回娘家，不然应该我很少会去那边。